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结果，我个人是完全努力不过，非常遗憾的未能完成政党轮替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我还在这里深深的表达我十二万分的歉意，抱歉，对不起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要把憋混的力量转化成监督民进党的力量，这是台湾进步的力量，更是捍卫中华民国的力量。明天我就会捡起我的袖子上工，不顾支持者以及人民对我的期待，我用更认真更努力来奉献我们的国家，不辜负人民这一次给我满满的鼓励跟加油。再度给大家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大家的听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